可能是有些会故意开下载器的样子。真的假的、啊？有一个，可是是。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猜钩子的分数剩下一半，哎、欸，真的还假的啊？嗯，剩五百啊，对，好惨哦！以后这样子，我们数物二科要怎么办？对，阿神那个猜完钩子之后，想提示音哦。你说鬼会知道在哪里？对，就是跟那个发电机修好的感觉是一样，就爆一爆一声。What？ 太瞎了，所以不要说我太高兴。现在变子女比较玩英霸吧，就是逃跑逃跑就好了。哇，嗯哼，我想本来想换一件衣服的时候，嗯，改版之后好难生存啊。鬼变比较强，嗯，强蛮多的。嗯、所以这一次改版也是鬼的改版欸，上一次也是，还是连续两次都是。鬼的改版了，也、欸、不算没有、啊、上一次是那个多很多啊，上一次是那个啦，幸存者的改版，哦，所以他就是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这样子，嗯，可是剑气是 bug， 官方会修掉啊，是啊，剑气对，官方说那他们不知道会有这个 bug， 您说挥刀的时候会砍得比较远吗？对，这是 bug， 听说好像超远，听说好像你望着天空砍的话会更远欸，而且有人说会有那个。轻轨啊，过来这么快，走！哎呦，那声音好恶心啊！他刚是连续吗？他鬼可以连续？他可以连三次。对，可是一次比一次短，第一次可以紧最久，然后后面两次都在短时间内继续睡。哦，连三次是谁啊？是要用道具或者是 add on 之类的吗？没有，三次是基础 ，add on 是五次。太假！你是说加了道具之后，它可以连续瞬移五次，连续闪现五次？对，就是可以从地图第一端就直接闯到另外一端。What？ 好瞎哦！太可怕了！我觉得我要被卡住了。哎呦！我发现我新角色好厉害哦，没有带技能可以玩得这么顺手。那修好吗？修好好了啦。他过来了。一台。我的时间不多，所以我可能要赶快把这一局给干掉了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没关系，他在努力的。我刚听到一个很大声的哀嚎声，那是谁？谁在？哎呀，山猪这个地方多了一个。哟，怎么了？山猪这个地方多了一个造景欸，就是多了一个猪被剖开的样子，你没有注意到吗？有吗？在山坡上看。他在我这。那我他在手撕，他在当上坡上手撕。他手撕吗？那要去救吗？要吗？先修吧。好，我先修，我先修。他去追雪兔的话，告诉我就跑过去。他看了雪兔几，走过去也要走。那一个人去吸引开来吗？还是先修？先修吧，你们先修，你们先修。好，已经修了。绕去太不理解。修了一半了，修了一半了。给他一点压力好了，先把他收开。嗯，修到剩一台。路在修吗？有，这边一台好了。好，这边一台也快好了。哦、nice。继续挣扎。他离开跟我们讲哦。那路先准备去救 Snake。有了，我在这边了。我看到他在远方那里飘，还在上面守人呢、欸。他在看我。我要修好了。他又回去了。好，我修好了。最后一台。陆续修最后一台，然后我尝试去抓。哎，他好手，他好，看来我要死你。刺被拉下来吗？嗯，对。有。哦。OK， 先跑。呀，没了。哪里还有发电机啊？方圆百米内好像都被修完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动！我修，我也是修身体达人呢、欸。Okay. 剩一台，我们快点把这台血修完就好了。这边有台，雪兔不是雪兔，鹿，这里。我在钩子上。你在钩子上？
那我刚刚修的是谁？啊，我刚修的是 Snake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替身换掉了，换掉了。我等一下把你，等一下把你抓下来。那个，我现在在远处，我现在在远处。他有在你附近吗？如果有人能摸我的话，我会很开心。那我来了，那个交给你喽 ，Snake。我来摸摸，交给姐姐。然后可以过去引那个。你那个鬼，其实鬼不会离开啊，他真的很守时。好好好，他手很紧。他现在在我这，鬼在我这，他抓我，哦、扛起来了。那我去救，我去救，我去救！不要动我，不要动，马上来！小心小心，过来了，我被放一下。有。Nice， 好走走走，小心。OK， 走。跨窗。他还在你旁边吗？他现在对，他回来我这了。手撕鬼是不是？有办法救吗？没有办法，可能可以，可能可以。好，交给我了。可是时间很紧迫哦。交给我了。其他人过得怎么样？我在收好了。先开门。好。啊，的确真的一直在你旁边哎、欸。超级守的。有人要死破我吗？一个人把他引开。等我一下，我快开门，开好门了。好了，过去了。OK， 我来了。他这完全不理我哎！他看到我了。他过去了，他睡了。我 OK， 我躲开了。快走，等他。快！ Come on！ 帮挡道。哦，不行，我还是倒。哎呀，该死！先走。哈哈哈我们天堂见，红丝姐姐，屁股摸一个，我屁股摸一个，哇，来，呀，红丝姐姐好可爱啊！现在有三个点点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个是不会掉分，哦，7000到10000是不掉分。哦，现在又改成这样子哦。对啊，所以这样比较好爬分。嗯，很好爬。为什么雪兔是拔线的？他刚那个一上钩就关游戏，太快了。了解。